刚拆箱的麻酱面皮儿，还有几个赠品，小鲜肉应该是辣片吧，面皮儿十包，拿两包去煮一下。泡面的功夫把这辣条解决了，好吃。再看一下这一包有什么，有一个凉皮儿，葱花，这个应该是醋吧，麻酱，还有一个辣椒油，等一下我给它拌上啊。把准备好的配料都放里，我放的黄瓜、香菜还有蒜，你们喜欢吃辣的可以放辣椒油和小米辣，因为我这要给孩子吃，所以不是很辣。拌好了，煮好了，摆个封面开吃。哎呀，有没有喜欢吃的面皮的？一箱十包啊。老好吃了，不比外面买的那个啥差。我不是说好了吗？你当模特不可以动。我咬一口。你馋的忍不住了，不行，不能给你。因为你现在是模特，你就得在那站着，不能动。哎呀，哎呀，夹不起来。